爹，玩哎、欸，等下，所以弓在你们身上有被清掉吗？没有啊，我没捡到啦、啊。是他们没有见识吧？对啊，我没见识、啊、有吧？还是哈记啊？还是哈记身上？我不知道，我没注意看。我记，所以还是会有问题吗？对啊，这、嗯、除了多见识不行，有那个除了还盔甲之外，其他都不能换。哈尼，你可以改回来吗？作者有告诉我指令的。好、哦，就是把那个打掉吗？没有，还是重开地图就好了。那、啊、重开，我再用那指令。好啊，你重开。好，太亏了。可是天使杀，可是天使的那个黄忠也很猛啊。我打那团团不痛哎、欸。我打你也不会痛，你竟然打你不会痛。嗯，哎、欸，我要领东西了，我要领东西的。为什么？哎、欸，怎么这个 skin 好眼熟啊？哎呀，自己人啦。这样想想，有可能是他那个堕天使的身份没改到，他背后那个执行那个身份，火妖头盔。嗯，所以那个盔甲，哦，有可能。对，有重开了。好，看一下。作者说的指令是负八八五六零。先过去看看。那堕天使到底扣几分啊？250吗？还200？感觉不止、欸，差不多250。对啊，你们刚就是瞬间不是，瞬间就没有分数了。对啊，阿金你不要弄，我这边有。啊，喂，哎、欸，怎么没什么影响？什么东西？我指令用了，没变。你可以给阿金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对啊，说不定只是改积分板。因为他这个感觉是 air 嘛，是要清空，对不对？啊，他那个位置填满，直接打掉好像比较好哈。等一下，我打看看。有，可是你如果已经打，表示那边已经被清空。而且我看我 F 3变得很奇怪。会贴那个 F 3、啊、那个 F 3那个把弄掉了。啊，弄掉有办法弄掉，嗯嗯，有啊 ，F 3回来了，有没有？哦，可以这样子哦，560是这个到884，对，钻石斧，60，60885。到89，92到89，对，这，为什么到89啊？89是空的，是后面其实就没有东西，然后把它清掉了。为什么会填满任何方块？这个指令，60，哦，它后面原本应该是有东西啦，啊，这样子清掉了，因为我刚刚看的是正面，啊，作者说这样好就好了。总觉得不如把它打掉。有改掉吗？有改掉。后面原本好像有红石，然后现在就没事了。我把你刚删掉的地方重新用石头。刚你删的是这边、欸，可是这边的是天使的、欸，这边有没有东西啊？啊！好，重开。好了，我觉得我们把那堕天使打掉，应该就没事了。好了，剁掉它。不要用堕天使啦。不要剁天使，感觉好像也差不多了，可能。剁天使休息。感觉有剁天使反而是少了一个战力。那你们比较想要天使还是吸血鬼？没差，都好玩啊，都有得玩。这一次好像真的都还好。太白痴了，我打影月打一打，我操！血又回来，这很讨厌，你知道吗？本来你的血已经剩个位数了，快再一剑就死了，然后你血又回来，就哦，讨厌的。开好了，开好了。
作者说那样就会修好啦，所以我觉得就相信了啦。好好好，我再弄一次。好，的确这边有没有四个，那就把这个删掉。哎呀，对啊，后面原本是指令方块啦，对啊，钻出，把那指令方块用掉。89588585，啊，消掉，有了，啊，这样就行了。不用动了。哦，我懂他的意思，我懂那个问题在哪里了。可是这样的话，那我们也可以拿堕天使的道具了。一般天使可以拿堕天使道具了，就不要，就是我们说不行这样，乖乖来，因为是暂时有问题，来这样子，至少让堕天使有武器。他是清除天使去拿堕天使的道具，哦，所以就可能就真的是身份组的问题。然后可是堕天使变过去的时候，他还是天使，哦，哦，对，因为他积分还是要在天使阵容阵营里面，对，他还是在天使，那就那如果他去拿天使的武器嘞，这样可以吗？也如果当时没有清掉的话，他在我看他起来应该是堕天使是不行拿天使的，可是天使可以拿堕天使。没关系啊，他规则应该就是其实都是不能拿啦，你不能进不去。我们也进不去堕天使啊，对，只是指令有问题，啊，那反正就是等一下天使不要拿堕天使，堕天使也都不能拿天使了，嗯，只能拿自己的武器就对了，没错，被发现拿违禁品直接拜拜啊，直接给你再见，直接扣钱包包，半钱罚光，哦，直接扣分吗？大过，哦，没有大过，沒過那等一下我们先玩天使看看啊，好，好，好喂。所以要观众场是吗？观众场啊，来啊， okay, 来来来来来，布置场地咯，布置场地哦，抢房喽，看你们关门关门关门放狗，这是我们先天使嘛，这边先天使，啊，关门放里面蝴蝶，他都是用地图攻击做的，欸，你们所有人都有一个称号，我是小雨小雨，对吧，啊？小雨小雨，我是。龙是杰克史泰龙，没有你是杰克。我忘记画到秋风。你们有差吗？我是被大便烫到了杰瑞的一样。啊，没办法，你昨天不在，你前天不在哦。有没有参加故事哦？对啊，杰克哦，怎么了？可是那个真的每次玩都有，每次玩都有惊喜，很好笑，很妙啊，惊奇不断，惊奇不断。要看医生呢，欸。太高了吧？对，太高了。然后我是试跳人员。嗯，这个很快去巧克力那边抢哦。对啊，可以去巧克力那边抢哦。对啊。去抢哦，去。来，去可以去那个。杰克，请说巧克力的 RC 号码多少？不知道。哦。啊。我都之前去过，欸，我妈拿零食给我，上面写日期是2018年6月14号，我到底有没有吃啊？吃啊！到期一个月了，不行啦，不行，欸，怎么零食？他是说什么？他去大陆玩，然后那我不行吃啊，零食不行不行，搞不好大陆的不行，大陆不管，搞不好他是2016年的哦，你要想清楚哦。他是写2018的，搞不好2016你不知道哦，搞不好还是2016，好恐怖哦。确定是2016还是2106嘞？哎呦，还是未来的1026，未来的未来是，哎，跳过来了，6120，西元两六千，太冤了吧？这样就好了吧？他们是要去哪边啊？我看一下，哦，右边嘛。嚣张比较分配算，嚣张比较四种 take。我们去演天使。对啊，我是一个名义的 buff。啊？嗯？小仙子啊？设计的话，哦，应该是他的阵营的身份跟他的那个堕天使天使身份要分开。就玩当时起就要完全分开，另外之后再两个加起来这样。就是堕天使有个 tag 是 Angel, 额外记的，对，天使是 Angel， 然后堕天使也有 Angel， 可是你的身份要分开。嗯。嗯，就是计分板跟身份组的板子，
他应该到当初弄没在玩一次，他可能没有想到要加堕天使，刚刚只想要没有，应该是想要加堕天使，可是没有想说计分的问题。嗯，因为他修正都是修那个啦，吸血鬼的部分，然后可能多加完之后没有，对啊，就加完堕天使之后吧，没有注意到这个。既然是我们要天使房主，这个我们可以挑战看看5000分啊。哇哇！现在最多就是5000分了，我们人八个人应该可以。嗯嗯，小雨，这是本跑酷最难的地方了。对啊，这个是最远的那个，对对对。嗯，二阶公格跳，极限跳，我不会，极限四格跳。IP 打错了，IP 是这个。是我光这边跳过去，跳不过去了。哪里跳不过去？哎呀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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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别过来！小雨加油！哎呀，有人了，有人了！直接没掉了！哎，阿健，可以了，有加入队伍了，是选队，是选队，选队，选队，好吧，你选队。天使已经，我想说怎么找不到？被埋起来了，可以用个假的告示牌上去。那你要打加入天使。堕天使的 tag 不行，可是现在要就是他的那个，这个感觉是不是要全部重动加入？要加另外一个，然后另外一行天使空一行哦，然后再阵营，要变另外一个基本版之后，最后再把它加走阵营。玩一下，那提供给作者，我们不是作者，没有。哦，好像回到以前在 coding 的时候，哦，我不想听了，我不想听了。然后不会脱离了。他用这个方式跟我做地图的那个好像，我不要知道指令，我只知道 1.13 之后不是 game mode。对啊，不能用 game mode 系式啊。你就只能 game mode， 然后 tab 去选而已。按几下 tab 要这样记。对啊，那速度慢很多，好不好？那个 no name 0509不是之前开外挂？嗯，我说你说什么 ？no name no name 0509不是之前开外挂那个吗？是吗？不是吧？我不知道，有关应该不对吗？我开都黑单了，不是吗？对啊，应该不是他。好哦，是不是没换啊？背着名单，背了就背了。好吧，是 no name O509。哦。所以是另外去跑酷，去跑酷。哎，你的肚子。韩信，你今天放的影片看一下。哎，对呢，我去看啊。你可以去看。是那个吗？王国那个吗？嗯，那个海上那个是。你也太猛了吧！错了。嗯。哪一个？哦，你说他的那个外表绿绿的那个吗？哪里啊？对啊，他之前不是要睡觉了？哦，他换回来了，他换回来了。卷卷回来了，卷卷换。他换回来了。4月20号的，我再看了。3月9号，喂！啊！没有，他们有些人好像还没到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哎，还有那个聘有 skin 的，不是哎、欸，他是什么 HP 底线 TINA 底线 NIGNG？ 你们说是4月20号的？4月20号，哪一个？有问题的应该都有。冰冰，影片呢？确认一下。好。你现在也要等候一下，吵死了！一直他们要进行一个，我已经逃离那边了，我已经跑到超远了。我把全部地板门拆掉了。你手怎么还按着错啦？还记错啦？是，来看一下，他们这停了多久啊？海上那一次吗？没有啊。哎，真的耶？啊，应该有了都会直接崩掉啦，所以应该是不用担心。对嘛？是你，这才是我认识的小队长，认识的好观众。
直接开门让他进来，欢迎光临。自己人嘛，自己人。哎、欸，喂，有一个乱录了，可恶！不是啊，一个混进来了。给他，没事没事，暂时没有。等一下那个人给我。哎，哎呦呦，每个人都有，每个人都有。哎、欸、哎，死掉啊！阿基，他怎么了？他怎么了？怎么一直死啊？他怎么一直死？可能这世界上只能有一个。哦，哇哇哇！其实不讲会以为他胸口